牌，告诉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。你们仨都是晨晨的同学吧？专程来参加晨晨婚礼的。救命！救命！生是我的，死是我的鬼。最要紧的就是找到失踪的冯晨晨，搞清楚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侄女的事情我讨个公道回来。看来呀，这日子是有大难了。同学，我会保住的。